一次摆在这边看来会不会很奇怪？哎，这是摆在这儿干什么？这有两个原因嘛，用猜的就可以猜得出来。这怎么猜猜？第一个原因呢，就是可能是上一位歌星的没拿走。这解释太简单了吧？对对对。那还有什么呢？就是这个，哎，可能是歌星没手。哎呀，这没手唱歌那多别扭。第三个你认为是？我想大概这个特别来宾有抱着乐器。哎。可以啊，你反应不错啊，这就叫反应不错。你得好好活着，你是国家的动物。哎呀，你这个问题三岁小孩都有些人他就搞不懂怎么回事啊，你一问他也呆住了。是是，啊、这个这啊、哦，想不出东西。那今天我们这两个中间摆了这个麦克风架，这是哪一位要来的节目？那不得了了，嗯，这一位啊。本来在我们国内一直可以号称是爵士王子啊，哎呦，是摇滚的国父。怎么讲本来呢？还有儿后了。当然了，儿后呢就是最近的 Michael Jackson。哎呦，迈克爵孙来了，爵孙我还爵子了嘛？到台湾来表演之后，是所有艺人大家都这个情绪雀跃不已哦。一方面抱着观摩，一方面只有这一位就开始闷闷不乐。哦、嗯，对他来讲是一种打击，哈哈，是啊，还是一种打击。对啊，跟他的形象有抵触。当了台湾唯一一位可以跟这个 Michael Jackson 演唱会相提并论的歌手、哦、，Michael Jackson 一来的话，他让他觉得很头痛。到底原委是怎么样？要请他出来当面现身说法。好、哦，今天的这位特别来宾是、哎、庾澄庆先生，哎，哈林先生，哎。There's a lie. 哎呀，哎。Certain kind of lie that never shine on me. I want my life to be live with you, baby. You don't know what it's like, baby. You don't know what it's like to love somebody, to love somebody.Michael 的都厉害，原来的名字是 Michael， 掌声上的欢迎一下，哎，庾澄庆，哎，一讲到 Michael 我就紧张了，哎呦，他一来对我打击太大了，我也不是开玩笑的。来吧，麻烦一下，我拿回来，你又交给他，就在那里一直恶性循环，就花在那边绕着、哎。不错，有手嘛，今天带来了。哎呀，跟大家问候一下。哎，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我们今天很高兴又来龙兄虎弟。现场的朋友，大家好。哎，哎呀，真是小伙子行啊！哎，他演西洋歌唱的真是。我还以为是黑人唱出来的，哎呀，就那个调调啊！对对对，我听起来有点像菲律宾人唱的，你这像话吗？为什么像菲律宾人？他说你是不是像黑人？那种灵魂的感觉，不是最重要。这个刚刚那个歌好听在哪里？哎，好听在和音。这平良姐，你讲这个就把我吓一跳。我心里想，他怎么会和这个？哎，结果呢？信手你沾来，哎，撵来，哎，马上他就真的也跟着和。对呀、啊，奇怪了，是这歌是我们那时代的歌曲啊。你是说这个年轻人怎么懂？你这听唱片，我也没闲着。哎呦，在那写作业的耳朵也在那听的。对对，受到我的熏陶。所以这个和音，这两个和音应该是葛莱美金和音奖。哎呀，可惜还没有这个奖，所以不要太高兴。还没这个奖，可是就到了我们今天的主题了。嗯，今天要谈一谈和音。顾名思义，对，刚刚一见面介绍就来一首刚刚那个叫 To Love Somebody， 对，那是 Bee Gees 的歌，唱得好。Bee Gees 是他最重要的这个，就是三个兄弟，嗯，合音。哎呦，请咱们两个帮他合音，那是当然了，金钟奖合音啊，对不对？而且我是说葛莱美奖，葛莱美奖，外国的比金钟奖还要好。哎呦，我们就先从这个合音开始介绍。嗯，这合音呢，最近
前一阵子啊，这个电子乐器很风行，可是慢慢的又回归自然了，又开始用很多古时候的和音方式。对，其实我一唱，可能飞哥就晓得了。飞哥，我唱唱看啊，这样看能不能跟啊，能不能跟呢？您先教我们怎么合法的。咻比鲁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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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咻比鲁哇。Shoo-be-doo-wa, shoo-be-doo-w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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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hoo-be-doo-wa。你不能修不完了，我想不出来要唱什么歌啊，我只是介绍和音啊。原来啊，这样子啊，我等了半天，那我告诉你，修了半天这个反应啊，那也不是开玩笑。哦，飞哥想出来，好听的。你刚刚这样一唱啊，要洋腔洋调的歌，我马上已经觉得啊，差不多有60几首歌可以卡进来，怪怪，60几首。你就是就刚才在修不修啊？你就一下子啊，一下子他修到第二遍修，我已经60几首。可是我心里想他是客人了，今天是他要来表演，不能随便插进去。原来你是还没想到，还没想到，那我就托大家先来了。飞哥您先请，来来来，你就请，从修比的吧，好吧？好，来。修比的哇，修比的哇，修比的哇，啊，修比的哇，修比的哇。修比鲁哇，山明海修比鲁哇，当能不能无酒抓？会抓有修比鲁哇，啊偏偏来修比鲁哇，修比鲁哇，修比鲁哇，不是，我本来唱的好好的，刚刚排练的时候他给我来一句，这个蛮洋味十足，就是你怎么会加这个？到闽南语去了，这才厉害！那换我们修你这个歌，你会唱？轮到我来。我刚刚唱中间好像有一点地方扯，不是？可是能想到这个歌已经是非凡人了。我也是等了半天了，因为你想你有60几首，刚才就等你这样唱这几小节，我大概想了80几首。那你们来修上，这首歌你再唱一遍，也是这个 tempo 是？好，来来来来。Shoo-be-doo-wa, shoo-be-doo-w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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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hoo-好，我只是唱到后半段。对，这个奇怪来了，再来一次，再来一次。哦，再来一次，再来一次。我就想起来了。Shoo-be-doo-wa, shoo-be-doo-w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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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风儿呀吹动我的船吧。Shoo-be-doo-wa, shoo-be-doo-wa, 船儿呀随风荡漾。Shoo-be-doo-wa, shoo-be-doo-wa, 送我到日思念的地方。修比鲁哇，修比鲁哇，啊！怎么样？接到船歌来了。怎么这么厉害啊？接到船歌。吹动我的船帆。所以我说这个歌啊，这个和音啊，到处都可以用。可是我想到一支歌了，我终于想到了。不好意思，我今天来表演，其实搞半天我都没有唱。嗨呀，刚那个慢歌我比较不熟，我唱一首稍微快一点，轻快一点，轻快的，好吧？我唱唱看啊，试试看，试试。那我们怎么合法呢？听了就知道。Come on, come on, down, do be do down down. Come on, come on, down, do be do down down. Come on, come on, down, do be do down down. Breaking up is hard to do. Don't take your love away from me. Don't you know mystery?
好是吧？哎呀，这是这个，到底是我不对还是你不对的？杨老师都没动啊，杨老师对，我们不对就对了，吓我一跳，一定是对，我们是一定不对，对对对对。哎呀，刚才唱一下，有这么多歌曲可以，就是前面要。这个重唱起来、做它的前奏，这是不容易的。对对，所以我们就是想把这些，尤其是我最近唱片里面，我也做了一些这种人声的处理，先把这些复古的感觉抓出来。不错不错，据我知道哈林是非常用心的。刚刚几首歌曲，你看他把这和音的技巧，让我们大家还有一个学习的空间，让我们往里面插歌，大家真是不容易，也玩得很高兴、也很有意思。和音对于音乐来讲是非常重要的。对对对对对对，不过我讲真的。Michael Jackson 跟哈林在我心目中，他才真的是有那个狂野的味道，真的是这样，那接下来呢？我就到这里啊，我要唱歌了。哎呀呀呀，原来是这样子，给我们带来什么歌曲呢？我的新歌《想哭就到我怀里哭》，嗨，来，掌声欢迎这个歌曲，谢谢。请哈林的歌曲。有度的苹果Jason Jason 我要独存